跟住送上俾大家一首社團金曲《長亭送別》。嗱，呢曲咧又係取材自《西廂記》，又叫做《崔莺莺傳》。嗱，講到崔莺莺同佢娘親被困普教寺，被賊兵圍困。崔夫人曾經講過：邊個能夠打退賊兵，就將莺莺許配俾佢。張生咧真係能夠幫佢解圍，但係解圍之後，崔夫人悔婚，佢覺得張生係一位布衣郎。佢話：如果將個女嫁俾你都得，除非你上京赴試考取功名啦。但呢一個係講到張生上京赴試，莺莺於十里長亭送別，兩人依依惜別。為我哋演唱呢一曲，我哋有請粵劇紅伶白興賢老師。佢攜同佢嘅學生林冠君小姐為大家送上呢一曲，有請兩位。做乜嘢呀？他吹开低垂痕掩面，我策马牵愁强忍泪，一样你受共心碎，叹为佳境无辞。
气欲断魂，念山长道远，暗气开惜别长亭啊。
有都未有期，有泪无言相对。佢未上锁泪如珠，好比你花一那朵大雨。
有情不能断，似牛对那龙，相春逝，关醉。信啊，有奇，忍痛别天涯，只望龙庭此一去惊啊思，自此以马千言定必大鹏展翅，如约龙啊门，宫花斜插，看我珠袍玉带，岂荣贵？有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小姐回去吧。悲欢聚散就一杯，南北东西万里。
云山万叠花间约誓永在心间相声可证两情似水一朝起步发足高照鞋白手举案齐Oh yeah.